Suki， 然后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优衣库今年秋冬的 IDLF 系列的单品有哪些值得买，哪些不值得买。那我一开头先来跟大家说几个我觉得不是很值得买的。其实他们这一次就是一整个系列我都没有很惊喜，就甚至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买。如果你去年已经买过了，没有什么必要。但他们在西装跟大衣的版型上有一些修正，所以说可能会适合大多数，就是更多的人。他们去年可能更偏复古一点，今年的剪裁可能会更加大气，然后更加休闲一点。如果你有比较喜欢这个类型的衣服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买的。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惊喜。我特别试了他们牛仔外套，就版型真的很一般，就是很普通的优衣库款式，没有什么就感觉是联名款的那种感觉。然后衬衫也就是优衣库自己的衬衫换一个颜色，我自己就是摸过去没有觉得哪个我自己特别喜欢。但他们的小配饰我觉得依然还是非常值得买的，就是他们的皮带啊、围巾啊这些东西，我买了两条围巾，非常非常舒服，很喜欢。所以我这次主要买的就是他们最有名的裙子，裙子我觉得中规中矩吧，不差，但是也没有很好。还有大衣、西装外套和围巾，就是这样子。我没有买任何他们内搭的衣服，就是我都没有很喜欢。可能今年的 U 系列他们的内搭会比他们要好。然后这个视频我还是要跟大家说，其实它就是个搭配项的视频，不论你有没有想买这个系列，你都可以看这个视频。我不是一个很针对性就是测评他们，就是当然会跟大家讲版型或者什么的。我觉得不管是 IDLF 还是 U 系列都是很需要搭配的，它不是属于那种设计师品牌的衣服，你只要穿上身你不需要做任何搭配，穿上身它本人就很时髦，它不是那种衣服，所以还是需要花很多心思去搭配它的。我每次买他们系列的衣服，说真的就都是还是要花心思去搭配的。这个视频其实更多的跟大家说的就是我想要怎么去搭配这些衣服，而并不是告诉你这件衣服有多好或者什么的。如果你有类似款你也一样可以搭配，你没有一定要去买他们这个系列的东西。而且有可能你看完这个视频种草的全部都不是优衣库的衣服，也有可能，因为其实涉及到很多我自己的衣服。开头的废话说的也够多了，那我们就现在进入正题吧。欢迎来到搭配环节。那我们第一件来讲的呢就是这件法式长裙，对，就是当外套穿进，它其实是条裙子。但在店里面试穿的时候，就是我这样把它穿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哎，它好像单开衫会比单裙子更加出彩一点。一是因为它是一条版型非常基础的法式长裙，如果你把它裹起来穿的话，就特别需要你自己本身的身材骨架都非常非常好，那你穿它还能穿得比较出彩。但如果说你自己本身的条件没有那么的可能高挑啊，然后肩膀又平又宽什么的，那你穿它其实就不会有太出彩的效果。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肩膀是比较窄的，我之前有看到妹子有问我说我的肩宽是多少，我肩宽大概3738这样子吧，应该算是正常肩宽，但是可能因为我头比较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肩膀看起来就比较窄，而且我有一点点圆肩的问题，一点点，所以说可能看起来肩膀的就头肩比不会非常好，所以我会根据穿的衣服去适时调整一下我的这个头肩比这样子。这套衣服有一个比较心机的地方，就是这里面这件衬衫是我淘的一件中古衬衫，是不是超级漂亮，是一个缎面的衬衫，然后它是有垫肩的，所以我把它穿在里面的话就能够把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垫平，然后垫得更加的大气一点吧，我穿这套衣服可能就会更加有气势一点。如果我没有穿这个垫肩去穿这件衣服的话，可能感觉就会太瘦弱，就是弱不禁风那种感觉，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感觉。然后我在下面搭配了一条黑色的很有设计感的裤子，这条裤子最有设计感的地方是它的右腿，它的右腿的裤腿中间放了一个类似百褶裙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然后它也是黑白色的，所以跟这个黑底白星星的外套其实是有一个呼应的。这件金色的衣服主要是为了让整体的穿搭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沉闷，就是可能看起来会更加的亮眼一点。如果大家有比较喜欢穿这种 all black， 然后又想要有一点点与众不同的感觉的话呢，你就可以小面积的加一些比较亮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套穿搭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我觉得比较有创意吧，穿起来。那如果总体你只让我评价这条裙子的话，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如果不是这次测评，我自己可能不会去买这条裙子，因为我真的太多衣服了，就是这条裙子在我的衣柜里不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我觉得我就是比较客观的去跟大家聊一下这条裙子是什么样呢，它可以怎么搭配，那至于买不买呢，也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然后这条裙子其实我也有搭配正常的搭法，就是那种正常的法式裹身裙的搭法，然后外面搭配了一个这个棕色的外套，因为我觉得这一条裙子它的黑色部分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不想来搭配同色系也是黑色的外套，我觉得可能就会太暗了一点。当然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的话，一整套全黑也是挺酷的。这件棕色西装外套也是我
淘的一个中古的西装，也是买不到的一件。大家如果想要看我收集一些中古的衣服，还可以给我留言，我考虑一下，看看收拾收拾，做一个视频出来给大家看。然后接下来这条裙子，其实我比刚才那条裙子要推荐一些，因为这条裙子我觉得不管在版型还是印花上，我觉得更要显得年轻，然后也要更加的活泼一些。这条裙子它整个版型是这种直筒型的，我觉得非常适合梨形身材的女生，因为它上半身这个地方就可以显得你比较瘦嘛，如果你肩膀没有很宽或者很厚的话，但它可以完美的遮盖你所有下半身的缺陷，就如果说你屁股比较大一点点，或者说你腿比较粗一点，它可以完美的全部都遮盖掉，然后你下面穿一个那种紧身的长筒靴或者是那种 Chelsea boots 也可以，然后你外面再披一件这种西装外套，就没有人知道你肉长在哪个地方，他们就会觉得你是一个身材很好很瘦的人。然后这件衣服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上半身比较壮的，或者说你整体就是一个偏丰满的女生的话，我觉得不是那么的适合，它尤其不适合上半身分量感特别重的女生，不管是胸比较大或者是你肩膀比较宽，我觉得它穿起来可能就会太过的魁梧。然后我会搭配一件这种西装外套，这件西装外套是我最近收到的最喜欢的一件黑色西装，之后有机会跟大家细聊。待会我穿那个优衣库的西装，你们可以对比一下他们的版型区别。那它这个西装穿起来整个人就显得非常的有精神，很干练，而且它这个颜色就是不管你是休闲还是正式场合都可以穿。当然这个东西也是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西装的价格可能是优衣库西装的好几倍，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说。如果你想要买一件就是可以穿很久很久很久的西装，然后可以多场合运用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去买一件更贵一点的西装。优衣库的西装怎么说呢，它多多少少因为价格的原因，它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做那么到位，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然后这条裙子我觉得搭配这种风衣也会很好看，当然这个风衣不是只能搭配这条裙子，我觉得这个风衣搭配我自己另外一件白色衬衫其实会更好看，只是说这条裙子可以这么搭配。其实我一直对于无袖的风衣的这个好感度其实要比一整件的那种风衣就带袖子的那种要高很多，因为我自己本身个子又不算很高，我1.64米嘛，虽然不算矮但也绝对不算很高，本身我又是上半身没有什么分量感的人，就上半身比较瘦一点，我穿那种大件的风衣就会有一种小孩偷穿大人衣服的感觉，就整个人被淹没在那个风衣里面。但是我一般穿无袖风衣的时候就会好很多，而且你穿风衣的季节其实天气也不会很冷嘛，所以其实有没有袖子问题都不是很大。如果你有类似这样的裙子，就不一定是优衣库的，其他颜色或什么的，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搭配这种无袖的风衣也会非常的好看。这件风衣也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外套吧，我觉得我今天大部分介绍的还都不是优衣库的衣服，但优衣库这次真的让我蛮失望的，就真的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但这条裙子我会比刚才那条裙子更喜欢一点。然后这个西装我觉得相对于去年来说还是有一点点提升的，就是这个西装它整体的剪裁，然后整体西装的硬挺程度都会比去年好很多。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风格上的考量，去年可能就更偏复古风一点，但是今年可能就是更偏宽大一点，因为今年就是很流行那种宽大的然后大垫肩西装嘛，我也买了好多，就是今年感觉都疯了一样穿这种特别宽大的西装，所以它今年整个的版型也会更偏宽大一点，没有那么的修身这样子。所以但这个东西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没法说的，但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今年的版型的。那大家应该看到跟刚才那件西装的对比，我觉得还是有欠缺的，毕竟价格的差距在那个地方，但我觉得以它这个价格来说算是性价比很高的西装了，而且这个颜色我非常喜欢，就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颜色，这个颜色你不管是跟冷色系搭配还是跟暖色系搭配问题都不大。然后去年我也很喜欢的这件西装我也给大家试穿一下，就是给你们看一下有什么差别，去年穿起来是这个效果，是不是会更加修身一点？我觉得今年的可能会更大气一点，整体的剪裁，但这个也不好说，毕竟每个人喜欢的西装版型样式是不一样的嘛。但我觉得他们今年有赶潮流啦，比较符合今年整体的这个流行趋势。然后其实这一整套搭配也很简单，我里面搭配的也是今年就是很流行的这种单色线条化的一个衬衫，然后下面搭配的就是刚才说的那条黑色的裤子，然后它这个地方也是黑白的，所以它跟这个衬衫能够呼应，然后这个就等于是他们整体穿搭的亮点，其实也不能说亮点吧，就是另外一种色系，有一个色系的碰撞这样子。总体来说我觉得它这个颜色是值得买的，如果是其他颜色的话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除非你正好就是找那个颜色西装，然后你的
预算、你的价位在这个地方，那你可以买。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哦，我已经有一件灰色的了，我还想再买一件灰色的，那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必要，因为他们确实灰色的没什么出彩的地方。不过他们这次燕麦色挺好看的，我待会大衣里面也有一件燕麦色给大家试试看。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大衣，它的版型是所有的衣服里面我最推荐的一件。为什么？我觉得它比去年做的要更好。去年那件就是有一个很有特色的收腰嘛，但是我也有看到很多评价，就大概意思说太复古啦，不够日常啊，可能我们很多人不会去尝试这样的衣服，或者说穿起来可能跟其他的衣服比较难搭配之类的。我一想确实也是，那今年这件就完全改成了 H 版型，就是适应所有人的一个版型。这个版型其实基本没有什么人穿会不好看，所以说我觉得可买性会更高一点，而且它也能够穿的比较休闲，比较时髦。然后我当时试了两个颜色，一个是燕麦色，一个是灰色，我觉得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风格。如果说你比较喜欢沉稳百搭，你就可以选灰色，然后你比较喜欢温柔有特色一点，就是这种格纹的大衣的话，你可以选这个颜色。然后这个灰色的话肯定是我觉得会更加百搭一点，然后跟大部分的这种基础色颜色可能都能搭。然后这个颜色我觉得可能就比较有特色一点，但它的百搭性可能会不如灰色。然后我搭配这件衣服用的是一个格纹的裙子，这个格纹裙子它的颜色有跟这个颜色相近的地方，但它又多了点棕色和蓝色，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一个细微的碰撞还是蛮好看的，而且也很简单。我觉得冬天的话很基础的搭配就是搭配一个浅色的毛衣，然后下面穿一个毛料的裤子，搭配上靴子，我觉得就非常好看了。我觉得他们这次的大衣整个版型然后颜色选择上面都是适合大部分人去穿的，也不怎么挑人的，所以大衣其实是我这一整个系列里面最推荐的一个单品。我觉得灰色的大衣上身效果就是这样子，我里面搭配的也是 IDOF 的这个西装，但是这个西装是之前买的，不是现在买的，应该我记得是春夏的，因为它质地很薄，然后因为这件西装质地比较薄的关系，因为它是春夏款嘛，所以我就用了一个皮带来提高它的腰线，下面搭配了一个紧身的牛仔裤。其实里面这个搭配我在春夏的时候有搭配过了，就只是在外面套上一件外套，我觉得效果也挺不错的。然后这个皮带不是他们这个系列的，他们这个系列也有出，然后也是鳄鱼鸭纹，但他们的扣子这个地方没有 Another Story 的更那么有特色一点点，所以说大家看吧。而且 Another Story 也会更加贵一点，这个就看大家自己的想法，就是你想要基础款还是想要更有设计感一点点的。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毛料其实真的做得挺好的，它这个毛料我看了跟去年一样，也是 70% 的羊毛，但我觉得它做的比这个 H&M 我今天刚收到的这件100%的羊毛做的都要更细。 H&M 这件穿起来你没有什么感觉，穿起来你还是觉得就挺高级的那种感觉，而且它这个毛做的还有一点点光泽感，但是实际上你摸上去它是没有优衣库这个细的。我穿上给大家看，它穿上身的效果是这样子，会更加 oversize 一点，然后也会更像大牌的那种剪裁。可能优衣库这会更加中规中矩一点，但是我觉得 H&M 的这个版型可能会更加有特色一点，所以我还是买了这件衣服。穿起来是挺喜欢的，但是其实比较薄，没有什么感觉很有分量感啊什么的，优衣库那件可能会更加保暖一点点。这个东西还是看大家自己的一个审美取向嘛，这个也不好说。我觉得现在很多高阶品牌，包括像 H&M 的这个券系列，还有优衣库的联名系列，我觉得只要你仔细去挖掘，它还是有一些特别有性价比的衣服的。但这次 IDF 系列确实没有那么好看，就是说可能就一两个款式我觉得不错，然后大部分我都觉得很一般这样子。然后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围巾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其实原来没有打算买围巾的，但是后来看到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因为以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性价比算是很高的。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蓝色特别有特色，就是它是两面的，一面是浅蓝，一面是深蓝。然后这个黑色的话我觉得主要是如果男朋友或者你的老公就比较喜欢那种完全没有扎感的围巾，我觉得这个 OK， 他们对保暖性能要求也没有那么高。我有两条灰色的，然后毛都很不喜欢戴，因为他觉得很扎很不舒服，这条的话我觉得它应该就可以接受。穿给大家看是什么效果，是不是很好看，而且分量感也很足，就是搭配灰色的就非常非常好看，特别冬天大部分都是深色的或者冷色系的大衣嘛，你就可以搭配这个蓝色，非常的好看。我觉得这个蓝色用来配橘色大衣应该会非常好看，到时候可以搭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这个黑色的围上去就是这个效果，是不是还挺好看的，真的还挺好看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买这样子的围巾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下他们这次围巾，我还挺惊喜的。他们那个格纹的摸起来也很舒服，不过格纹的不太是我的风格，所以我没有买。但如果说你比较喜欢格纹的围巾的话，他们的围巾确实值得一买。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啦，虽然这好像是一个全程吐槽的视频，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视频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搭配跟自己喜欢的单品。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给我点赞。如果你想要关注更多的美妆穿搭的
的话，记得去关注我的微博、Instagram 公众号哦。那我们下次见吧，拜拜。